对啊，我们接下来吃这个兔兔饼干哦。看一下好不好吃。好不好吃？哎，我一只手打不开。那你两只手？好了，我夹在我的腿上，打开好了。哎呀，我先等一下。好了，打开了。来，一个人选一个口味。我喜欢吃巧克力口味。好，那姐姐你要什么口味？草莓。哎，垃圾掉了，去把垃圾捡回来。哎呦，垃圾掉了，垃圾掉了，要捡回来。好，快吃快吃，看好不好吃。什么口味？好吃不好吃？是什么口味？牛奶啊，白色是牛奶，绿色的是树木口味。那个是黄色嘞。黄色好，那黄色应该就是芒果口味吧？还是你草莓的给爸爸，那你吃芒果的。好，那你两个都吃吧。啊，红宝，请你又让它掉下来了。好啊。嗯。再一次。